三将军，你给我说清楚了，你是不是盼着我打个倒死呢？到街上去打听打听，听听人家是怎么说的。现在满街的人都知道了，军师和他那个在东吴当官的兄弟诸葛瑾早就勾结好了，他想要自立。三将军，这是谣言，你是舍不得这张帅案吧？听好了，大哥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哼，滚开！你谁他做甚？你今天捡起来，他明天还要来撒野的。 我是吴侯之妹，现在我是你刘玄德的妻子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你走的，我跟到的。玄德父母的坟墓远在涿郡，明日是公公的忌日，我想陪他出城到江边去，望个遥祭，表上一份孝心，不知母亲能否同意。你们要出城啊？成啊！ 这是尽孝的，你该去了。一年到头，你们大家伙为我江东尽心尽力，我还不该请大家饮上一杯？<笑>来，这十坛好酒啊，我叫了三年了，你们给我痛痛快快的喝。多谢太夫人，祝太夫人福如海寿比南山。 好，这杯酒我饮下。来，不过我不胜酒力，你们更应该好好敬敬你们的主公，他的酒量可大着呢。母亲，我的酒量也不好，两三杯就醉了。大家伙敬你，你就喝嘛。敬主公一杯，好。 敬诸位，敬主公。你看我们江边事找的，快，赶快回去告诉柳将军，就说刘备去江边了。主公真的醉了，主公还真就醉了。将军，刘备的车驾已经出了东府，要往江边去祭拜。 立刻令贾华带500军士给我紧紧盯着他们。遵命。什么？刘备携五妹不辞而别了，赶早该叫醒我了。立刻派人到江上追。报主公，大都督已经派人在江上拦住了那艘船。何府扣住刘备？刘备等人均不在船上，只有几十个跟随他从荆州过来的小兵。我们去过东府，刘备和小姐都不在府中。立刻传令，派周泰和蒋钦率500精兵从路上追。 这周郎真是机关算尽啊！不用着急，我们再临来动武之前，军师给了我3支锦囊，里边有军师预先设置好的妙计。那还不打开看看？徐盛丁凤，你们想造反吗？夫人，末将岂敢造反？现有大都督将令，前来捉拿刘备。我等不能不遵。你们都是我父兄的旧部，可是现在你们眼里只有周瑜。什么时候真把我二哥当主公了？这，我是奉二哥的命令，陪我夫君前去烧香祭祖。之前也禀过太夫人，谁敢拦你，我就取下他的项上人头。 闪开！